是丁佑元，一家上市公司的新任总裁。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？这怎么回事啊？让我来试试。What？ 不会吧？原来这个垃圾桶可以让物品恢复原样。试试我的手机。哇，真的可以。真的好了，太好了，我们快去找点旧东西以旧换新吧。嗯，哦，我再去找找有什么可以以旧换新的。好，最近饭局多，体重长了不少，都被以前帅了。哎呦我的妈！要不然，严总，你看我找到了什么？沈姐，救我！